戏上，娃娃科奖品到底谈不谈？官方就说不得七颗球收入一百，有几个名字中的娃娃才能带回家。四颗球两回，就有四个，还是差了一点点。我觉得应该要更多了。不过因为是排位不同嘛。再来是丢水池乒乓球，这次是100元十颗，只要把球丢到其中的鱼缸，就可以直接拿走娃娃。但是在水中有浮力。手机变闪灯了，没有拿到手机，拼命业者的话术就是信。嗯，很好吃耶，泡咖啡吃，真的好吃啊。那这边是什么？那个鸭串。那这干嘛呢？这个我要给你们放这个骨头。